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用 Ultima 硬币在 DeFiU 网站上购买 Split 许可证。首先进入 DeFiU 网站，在其右上角点击 Sign In 按钮来登录。网站的操作板将打开，向下滑动，您会到 Split License 部分，在其中可以看到可供购买的许可证的列表。选择一个合适的许可证，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在弹出的窗口中，需要选择付款方式，选择 Ultima， 选中付选框同意条款，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在新弹出的窗口中，将显示 Ultima 硬币的金额和转账的地址。该地址还会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，以便用手机进行支付。要进行付款，请将所需的金额转到指定的钱包地址，请确认输入与屏幕上显示金额相同的金额，并稍作等待，等到收到付款成功的通知。现在我们要将许可证激活，请打开 My Licenses 窗口，并找到已购买的许可证，并点击 Activate 激活按钮。如果您想查看激活的历史记录，请转到 Activation History 选项卡。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，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。